你说我就出门拿个快递，你说你没把家给揍的，招贼了吧你？哪个贼进来了？咋不把你仨偷走啊？啊？还站值班的还排个队形啊？你说我咋惩罚你们吧？啊？哎呀妈呀，这又是刀子！伺候谁还用刀子啊？啊？来给我，先削你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先削你来。好好吃饭的行不行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喂一喂，你再不吃饭，110可就把你抓走了。我跟你说，咋啥情况啊？不抓你，啊，不抓你。你俩是不是该回窝睡觉去？把我累死了，我头疼死了都。这还站着个小人，跑得溜快。哦，头疼就得吃伤风胶囊。哎呀，小人精，行行，你俩回窝睡觉去吧，去。二宝、小五，回窝睡觉的啊。妞妞，你上床睡觉去，去，快去，快点，去吧。上床睡觉，妞，上床睡觉去。你也回窝睡觉去，你这边睡来，来，你上床睡觉去。哈哈，好吧，咱们躲猫猫啊！你藏了我找你去，你藏了我找你啊！藏着我能看见，藏着我能看见，你再藏一藏，快点，再藏一藏。这儿我也给抓到了，抓到你了！哎呀，好逗，抓到了。